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今天本来礼拜六应该是中午哈，他突然有一点事情，所以叫我来代打。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父神，感谢你在今天主日的清晨，你召集我们大家在这里。所以说我们要来，今天要来做一件事情，就是所以说我们要一起来看好神。你那么爱我们，所以说你为我们而死。所以说我们今天要为我们的花语坛要来祷告，花语坛要大大的复兴。我们有一个大使命，就是我们要传福音。主，你要为我们的花语坛幸福小组来预备同工，我们来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所以说让我们的花语坛真是在你的爱中，我们来成长。所以说我们大家都要同心合意的来为我们的花语坛这样子的事工来努力。所以说你要来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怀意念，在今天我们的牧师啊，为我们讲不同 NG 的人生，我们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就是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吸引更多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主耶稣也把我们每个新朋友的心怀意念放在你们当中，主耶稣要柔软他们的心，让他们真是开他们的心眼，在今天的主日讲道里面有大大的收获，主耶稣特别是为着今天的圣餐，主耶稣来预备每个人的心，也请你来到我们牧师的口，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要把恩典满满的充满在我们这个会堂当中，所以说你也要来祝福那些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所以说让他们也一样也常常思想神何等的爱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这样子爱我们。我们把待会的时间完全恭敬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你这样祷告，感谢主，奉得胜的名求。Amen。 接着来读最大的诫命，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头五页，下一章，来一起来给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总纲。来，我们接着要来读圣经，我们先读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听。求你教导我们怎样计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接着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一起来预备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好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需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安慰慕他显现的人。求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我们的牧师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不能 NG 的人生，你为了什么在操劳？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王牧师。